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我来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个是《风之谷》啊，旭哥今天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的限时礼包嘛。然后加上之前分享的应该蛮多组，应该会有十几组吧，非常多。那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呢，就是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的。像不久之前才分享过七组的限时礼包码，还有这个快速赚红钻的方法。这个兑换教学独家必看的，还有这个，五大职业完全解析这个关于最强职业的推荐，剑士、盗贼、炮手，还有法师、弓箭手，五大职业最强的职业推荐。好，非常多的攻略都可以在频道找到，那记得订阅一下频道，随时公开旭哥手游攻略，有码无码旭哥都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怎么兑换这个礼包码？点这个左上角人头，今天有七组嘛，所以今天会先讲这个最新的。那加上之前七组应该十几组嘛，等一下再来数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先输入第一组，再讲一次，点这个左上角人头，再点这个右下角的设置这边来输入。好，那第一组应该第一组就是总共今天总共分享的第八组了，之前有分享七组了，有 ETSFUN。Let's fun, LETSFUN 兑换，它显示激活成功，奖励已发送到信箱，就表示 OK 的。好，我们再输入下一组，大写的 FUN， 然后四 YOU， Fun for you 嘛 ，FUN， 然后四 YOU 都大写的，然后就显示激活成功，奖励已发送到信箱了。接着我们输入下一组，这个都是确认可以使用的。LD， 然后0922，LD 0922兑换，大写的，激活成功，然后奖励已发送了。这个 LD 0922。那之前呢有三组也分享给，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。RR， 然后0RR888，这个是最刚开始旭哥就有分享的，所以就帮大家复习一下好了。这个已经换过了，还有显示已换过了。RR888， 这个是最早就有了，旭哥一刚开始就有帮大家分享，就是这组最早的影片，最早的礼包码。RU RE ADY， 这个也是最早就有分享给大家的。顺便分享一下，这个再来下一组 ，R E L A X， 这个也是帮大家复习 ，R E L A X， 然后四 R E L A X 四 R， 这个也是领过的，就是之前就是上一集的，这三组是上一集帮大家复习一下，然后今天也三组嘛。那上一集有四组的限时礼包嘛，然后那个是限时的，所以大家就是不见得能可以使用，因为那是限时的。那我们再来分享一组限时的，也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使用，因为它是限时的嘛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只要可以使用就赚到了，啊，没有使用到就算了。来，我们输入 GG， 然后 LW。然后 2 I， 然后 Z GG LW 2 ID， 它就显示已经使用这个限时的礼包码，所以就是今天分享蛮多组了，总共又再加了四组新的，所以总共有11组礼包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领取呢？点这个左下角这个箭头往上，这个你就看到这个信件，然后再点应该右下角了，右下角，再点右下角这个信件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礼包码奖励。那我们就来领，像这个有这个一个复活币加上30红钻，还有这个礼包码是有这个5个糖果，然后80个红钻，再加上20000的这个金币。还有这个礼包码呢，有这个10个血瓶、50红钻加5万金币。
然后还有这个世界拍卖的分红啊活动。好，全部领完了。所以今天总共分享了四组新的限时礼包嘛，就是大家去试吧，赶快去使用。有新的，可以养一下东西啊。现在战力是160,000多，续氪是无氪玩家。拿礼包，有这个10个星月石，领取一下。先倒一下。培育奖励都可以去拿一下，好吧，继续来刷关卡好了。去刷关卡咯，我们来打一下75。好久不见，飞侠的首领。盗贼的威力还是很强大，快速的这个清怪能力。非常快速啊。对，旭哥刚开始就非常推荐盗贼，就这样。旭哥好像变大只啊，没有，旭哥突然变大只，有没有？你这样玩真的超级马里奥一样，吃到香菇啦，变大只了。啊，又说我小回来了。游戏真的算蛮轻松的，放置新手游。就是这样，轻松愉快，轻得很轻松。好 ，clear。就是这样，轻松愉快了。旭哥来到49等喽，停练一下。现在总战力170,699了，哦，不错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录到这边了，无氪玩家的战力来到170,000喽，我们下一见了。